2008年，桂林出版了《我们》，他书写的是菲律宾移工在台湾的挣扎与奋斗。这本书让他在台港地区获奖无数。2015年，桂林又出版了《回家》，这次他则书写的是结束了在台湾打工的越南移工返乡之后的生活与处境。回家是介于报道文学和人类学研究之间的田野记录。顾玉玲写返乡后的男女移工，不免也写到了他们在原乡的家庭，以及在台湾打工的种种遭遇。书中的主角迁移来去中越15年，从年龄较长的女性移工，写到年龄愈趋年轻、学历、能力和主动性愈来愈强的工人样貌。内容更基于近年越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所带给他们的冲击。桂林说：“但愿我记录了他们生命中某些真实的时刻，并依他们所愿意的模样再现。”我曾经访问过顾玉玲，因为她的那本《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又能够再次的访问玉玲，来谈谈她的新书。玉玲，你好。你好，大家好。相隔了7年，是，写了2本书，都是有关于移工的问题。因为你在写那个《我们》的时候，他们那些移工都在台湾，所以你在访问他们或者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回家你却要到越南去，哈。那么你怎么会有想到，就是说要去继续的来追踪这些返乡之后的这些越南移工，而且为什么越南？书写我们的时候比较是现在进行时，因为就此时此刻在台湾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工作、生活、打拼、抗争，其实是完全结合在一起。那大概是我写到落笔的时候，也就是那本书结束的时候啊。那但是写完之后，大概就会有一个念头是：后来呢？这些人终究在台湾的制度里，他没有办法长期居留，成为移民，那他终究要回到他的家乡去。后来呢，他们有如愿，像他们当初说的，打拼3年我要盖房子，或者打拼6年我要读大学，他们有如愿回到他们最初的时候要出国的时候的状态嘛？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带着这个念头。大概就一直希望，那中间陆陆续续又跟着一些移工回到他们的家乡去，那所以才有了，就是6、7年之后写了《回家》回这家，本书。为什么越南？越南啊，比较粗浅的理由当然是第一本书写了菲律宾了，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说，在台湾主要的输入移工的这几个国家里头，我想专注写一个地区。那我自己对于越南确实有特别的兴趣啊，有一个部分是它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那它1986年才开始经济改革，然后到2000年才正式就是输出外劳到台湾来。那所以这个经验其实我自己非常好奇这个国家的转变。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台湾其实不只是外籍移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越南配偶。对，在台湾，所以我一开始是被一个现象，就是说为什么配偶大部分来自南越，然后劳工大部分来自北越，这种北劳工南新娘的现象让我感兴趣，所以我在2009年的时候就特地为了这个做了一个主题，在越南待了比较长的时间，做一些采访跟报道。在书里面，其实你写了非常多的越南移工回去之后啊，我想回家之后。还是不一样哈，但是你并没有把他们很悲情式的去写法啊，其实反而各个我看到他们有很多的坚强的地方哈，因为你很贴身的跟他们在一起采访，所以这是你发现到的，或者是其实是实际的状况，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自己从事劳工运动20几年来，那
本来就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这个弱势本来是结构处境上的弱势啊，不是他本质上的弱势。那特别是这些人，他都千里迢迢飞越千山万水啊，到一个语言不通的，然后没有见过的，甚至于是进入一个封闭的家庭内，那需要很大的胆识、跟力量、跟勇气。是，所以我在这些移工身上确确实实的感受是这个。那当然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说。我觉得我也很想呈现一个人的完整的样子。那他有他的利害盘算，他在最艰困的状况下，在走投无路、手边可以运用的资源这么少的状况下，他还拼命要往前，断了手还要想尽办法可以争回一点权利，或者是说遭遇性侵，还要想尽办法，我要怎么样在这种社会污名跟压力底下，然后我还可以继续昂首阔步的往前，即便是那个步伐经常是扭曲的，然后匍匐的，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有感觉到力量，那恰恰好是我想说的。他们都是穿越国界的积极行动者，在有限的条件下盘算利害，做出选择，并大胆付诸行动。只是他乡异地，鬼影重重，封闭的劳动环境，不稳定的居留身份，破碎的社会网络，不得自由转换雇主等结构性因素，都成为旅程中不可知的人为陷阱，险境无以回生。我对于你书中有几个移工的印象特别深刻哈，我想来谈谈经验好了哈，因为他在台湾生活的经验，所以让他回去以后反而去推展了这个帮助移工的一个社会运动的哈，然后受到了很多那个越南政府的一些好像是打压、监视啊什么之类的哈，能不能谈谈经验？经验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啊，就是说但是你可以想象，有点像台湾早期在戒严时期可以出国的就是留学生，那留学生在海外的一些新的接触，他会带回原乡新的冲击。那我觉得就越南的政经济情况，他在政治上面其实某种程度还是比较高压的，我觉得在转型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啊。那经验当然他来台湾，他经验了他自己受伤，然后出来抗争，然后也参与了台湾的一些劳工运动，他会把这个经验带回去啊。那这个带回去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他啊，那但是我也觉得这种新的理解，然后对于一种新的他想象中的民主化的追求，那当然对原乡造成了新的冲击。那所以我后面会特别提到说，在这种整个乱世里头，有的人其实他急着找安身立命，那有的人急于突围，那我想经验大概是代表这样突围的一股力量，那会发展到哪里去？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例如说我在那边好像看到他的社会组织经常是不被允许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说他的罢工平仍这种星星之火，其实我觉得是非常 active， 非常有动能，那也是我觉得有很大的冲击跟学习。相较于我们觉得已经民主化的台湾，反而相对之下我们在很多地方会自缚手脚，心中有个小警钟啊，那我觉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异乡经验。我另外一个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阿海，他的手被切断了，那事实上他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结果就摸摸鼻子只好回越南，但是他不放弃，我觉得是一种年轻人的一种力量，就是真的是不太一样哈。他力争上游，他去念书，高一点的学历能让他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更有发展性，可是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如他所愿哈。对啊，我觉得大概像阿海这样的经验的，就他比较明显是因为他手断掉了，在台湾失去的无以挽回，所以你更觉得痛惜啊。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很多人其实是就是完全血本无归的回去，那
然后更何况就算他觉得好像存到一点点钱，可是这几年这十五年来的越南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以每年8%的 GDP 的成长不断的往上，所以他们可能五年后回去发现啊，当初跟我一起毕业没有离开的人其实现在都盖房子了，是反而我没有，那更加上很多人会觉得哎，你出国了你应该不一样了，可是你反而断了手然后一事无成的回来，我觉得那个非常大的压力是扛在他们的臂上。那我看到像阿海这几年，就是我昨天还收到他的 email， 对，那我觉得他还是工作没有着落，就是打零工，可是另一方面就是出国这件事情终究是打开了眼界，是有一些新的学习跟能耐，那就是我看到这些人身上这些丰富的面向，你要说是正面反面其实都有，就好像我们人生的路上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悲喜交杂着，那这大体上是这样。我直接问起婆媳关系的张力，她迟疑再三。阿青的朋友多，交友广阔，守寡身份却好似要抽干她的活力。她摸索着社会强制的道德界限，不敢逾越，也不甘心退缩，种种苦处不足为外人道，说坏也不至于，要闹也没意思，但就是无法不上心，留下来的人总要承担更多，活着面对纷扰人世，漫漫余生。我前面讲说你是有点像人类学又像报道文学，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两者的角色都是要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你有，可是在书里面我也看到了你也不吝于表达你的好恶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啊，就是你不去批判他们，但是你也不会说刻意去美化哈。那譬如说里面的那个阿莲哈，她常常以她的那个受苦啊，她的丈夫的那个什么外遇或者她的那来博取同情，而且是一再的做这些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阿莲就是也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哈。我们看到有一些在各种状况下受苦的女人，那我觉得后来会发展出一种扭曲的韧性，她又很有能耐让所有的人围绕着她同情她可怜她，然后事实上这是她最大的权利，是啊，但是另一方面你又知道，特别是因为我在台湾，我全程经历了她在台湾受到性侵，然后怎么担忧恐惧她被性侵的讯息万一传到家乡她就毁了，在一个社会污名的压力下，所以她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另一种很强悍的力量。那我觉得一方面我很佩服他，一方面我也觉得我被他弄得累死了，他常常打电话给我，那我也完全理解在他周遭生活的包括老公小孩会多么受到这个强悍的压力。那我觉得我想真实的呈现这个部分，因为他也很慷慨的对我开放，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可能拥有一点点特权，就是说我至少我虽然做一个纪实的写作者，我不会虚构新的情节来合理化这个人的行动或正当化，是，但是我至少可以在选择他的故事停留在我认为他最漂亮最丰富而精彩的田里头，我觉得当务农的他是一个开阔的然后完全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女人，虽然我也目睹了我跟他生活了好几天我都快要受不了然后的那种扭曲下，你也知道他这个脉络是怎么长出来的，是，所以你可以理解同情，那我能够释放最大的善意就是让他的故事停留在他在田里务农的那一刻。是，
其实，在你的写作当中，哈，其实处处流露着你跟他们之间的友情，哈，尤其你还可以跟他们一起住，甚至他们的妈妈也把你当成女儿一样的，每天要看到你啊。那么你在这些就是载负着这么多的那种信任和附托啊，我可以这样讲的情况之下，哈，所以会让你下笔更谨慎，哈，就是说你是怎么样来能够，既然能保持你的某部分书写者你的客观或者你的一些观察到，然后又能够不让他们不至于伤害到他们，哈，这确实会，对，这个是一个写作的伦理上头，就是说，他们都知道我要书写他们的故事，他们也愿意慷慨地对我开放。那我觉得回应给他们最好的就是如实的呈现，但是这个真实其实是经过我的诠释，那然后也是经过他们的再诠释，他们愿意开放什么让我看。人们作为一个人，我的趋吉避凶，自圆其说，这个都免不了。那所以我也不会假装说哇，我这里头绝对都是中立、客观、真实，是不会，它就是我所看到的真实，对。然后，而且在书写策略上，我觉得虚构跟真实这两极的拉力啊，当他们在述说他们的过去的事情，是，我会试图进入他们的处境的这样的书写。那所以，你就传统的报道纪实来说，这样可能就不够客观啦。那但是我觉得，就作为一个人的完整的有脉络的出现，对于我而言，那个很真实。那另一方面就是说，我确确实实这一次写，由于会涉及一些隐私，虽然他们目前是中文的看不到，可是你总是会担心，就是说，所以我会在有一些人的故事背景稍微做一点挪动，我觉得这是保护他们可能被认出来，因为即便他愿意对我真实，但是万一他有一天被翻译成为越南文或者什么其他的报道方式，可能使他们受到伤害，我觉得这是我不愿意的。真实人生终有故迹，书中人物全彩化名，以保护他们不欲公开的伤痕。从来弱势就不是本质性的，直射的无非是社会处境，是扭曲的制度致令来台移工深陷弱势处境，饱受剥削，无以发声。我但愿我记录了他们生命中某些真实的时刻，并依他们所愿意的模样再现。那么从我们到回家大概有6-7年的时间，哈，你觉得移工在台湾的处境或者有改变吗？有改善吗？严格说起来，我觉得大的结构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是，包括我认为最核心的不得自由转换雇主这件事情还是存在。那但是你说有没有政策上的微调？当然有一些，那这些微调也是过去这20年来，就是移工运动跟台湾的劳工运动所冲撞出来的一点点改变。我觉得跨越国际的迁移不可逆，那它势必存在。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这种全球的各式各样的双边或多边的协定里头，其实都是有利于资本的流动，而对于自然人的劳动者的流动，事实上是关卡重重，壁垒重重。是。那所以严格说起来，我对于就是这种跨越国界的移动工作者的状态，我并不乐观。你就是知道再多一层的剥削，包括台湾也是这样子啊。就是6-7年前我在写越南，开始写越南劳工的时候，他们是家务工，越南家务工是被冻结的。为什么冻结呢？因为逃跑率太高。我们不去反省为什么逃跑，对，而是就是说那就是惩罚你们逃跑那么多，那么我就冻结你。
然后到最近台湾政府在讨论说又要松绑了，是松绑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印尼劳工他不来了，他觉得我们这边我们的家务工还不适用于劳基法，他们的政府要求我们要适用劳基法，然后我们的回应方式是 OK， 那你印尼不来的话我就来开放越南吧。嗯哼，就是你可以看到这种我们的政策决定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你就知道状况恐怕不会更好。是，那从这本书里面，你希望读者或者是政策制定者哈，我们当能够得到些什么？政策制定者会得到什么？我觉得是看民间的力量到哪里，运动到哪里，我觉得那个压力到哪里才可能被迫改变。这里我从来不会认为说哇一本书或者哇什么脑袋一转它就会可以改变。那但是对于读者，就对于我所设定的台湾的读者，那我可能我其实觉得一个部分是我希望看到完整的人的样子，包括我自己。是我到了他们的家乡，看到他们本来在台湾他就是一个弱势处境的人，然后很多地方他不能够自己做决定，可是我在他们的家乡看到他成为一个母亲，然后他作为一个老婆，他作为各种一个完整的人的角色，他怎么运筹帷幄，他怎么样盘算他的厉害，他怎么样在有限的资源里头挖东墙补西墙，就是太厉害了，你看到他完整的样子啊。那我期待对台湾读者，这是一个部分。那另一个部分我真正想述说或者非常吸引我的，事实上是呈现人在有限的条件里头，我如何继续努力的往前走，或者根本走不下去。好比说我们常常在讲生涯规划，生涯规划真是中产阶级行有余力的人才做得到的事，对于条件有限的人，他其实莫不是他能够看到半路之遥就了不起了。我所有的盘算，你有时候就觉得啊，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你为什么要逃跑呢？你为什么明明知道他可能是骗你，你还要去呢？可是他有多少条件来做决定呢？你明明知道说他在有限的条件里头，他已经尽可能做了对他最有利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可能一步错步步错，一直最后把它逼到一个绝境里头。但是你要知道这不能够怪罪个人，是而是这个结构给他的限制就是这么大。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出现跟如实的呈现这个部分，那就是我真正想说的话，就是你说的在映照台湾嘛，不无非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离散是为了回家，迁移平人，国界间来来去去的人越来越多，身份也只是一时。阿草和五姐妹几乎像是上一代的历史了。国界开放，海外打工的选项不少，但得以等值兑换的青春有限。这些勇于冒险的女人们，在波涛汹涌的经济浪潮中，仍奋力寻找更好的出路，载浮载沉，飘荡无方。回家不是休息，回家往往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今天非常谢谢玉玲到我的节目来，玉玲，谢谢，谢谢你。